艺术家王文清出生在宜兰县头城镇浮城里的村落里，从小就有艺术天赋，曾获台湾、日本及中国大陆等多项艺术大奖。离乡发展多年，创立广告公司，成为室内设计专家，并且开办高尔夫球练习场，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专心于书画，在海内外举办艺术巡回展，晚年生活十分惬意。不料在民国93年间，获知曾祖父留下来的故土遭到拆屋还地的诉讼，他毅然决然承担起保存老家的使命，不仅获得了胜诉，并且发愿为地方新建一座具有艺术特色的福德祠。在奠基动土的现场挂起了这幅透视图，就是出自王文清亲笔绘制，让人感受到他回馈故土的用心。107年3月3日，农历正月16，地方各界欢喜参与浮城里福德祠的奠基动土典礼，锣鼓喧天，舞狮热闹，聚集了里民的凝聚力。杨香接到，五十年端午16日，宜兰县头城镇福祥里福祥路239号福祥祠奠基动土典礼。典礼开始，奉香上香。天地不再温，万物养地民。一路占领地，四季发热人。福德的书店，向多念经，再上香。不过天地自信，你的莲花到处甘油，奠基动土，风风顺利，更吉祥。大家持香向谕旨下令，福德祠应供奉的妈祖圣像虔诚礼拜。福德开始奠基础，在此东都强基求，北方迎江平安路，进修进路。多谢大家吼，啊，今仔日安尼安尼，遮尼甲小弟遮照顾，安尼来甲阮报告，来甲阮指导吼，啊，会当讲，互我真光荣，啊，将来吼，咱这个庙吼，若做好势吼，会庇荫地方吼，互咱地方繁荣吼，啊，互咱的村民大家吼，身体健康吼，大家平安顺利吼，啊，感恩吼，我简单几句吼，除了感恩，还佫是感恩吼。咱唔忙啊，今仔日嘞。开工动土典礼了后，会当福德寺伫各位啊，伫咱管理委员会王主委、杨监察员、各位委员会、各位委员监察、各位信徒大家共同扶持之外，会当啊即、這个香火鼎盛啊，信徒传万里，而且会当来保庇咱大家合家平安、合富平安，祝福咱动土平安顺遂，祝福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咱嘛当然啊，感谢福德寺来庇佑咱所有的啊福祥里，咱遮所有的拢会当平安顺遂，啊嘛预祝咱福德寺会当香火鼎盛啊，信徒满天下。咱今仔托你讲是咱啊，这个乡里的这个守护神，今日会当伫这个所在啊来建立啊一间的这个福德寺啊，相信。咱的主神一定会庇佑着咱啊，福祥里啊，啊，事事如意啊，一切啊平安，而且啊财富满满。啊，咱参头参尾，托地公呢，长期以来给咱保庇，给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咱的这个庙口文化爱传承。今仔日呢，这动工典礼，咱感谢咱的王主委，这么用心，把今仔日的这典礼办到这么隆重。啊，会当予咱遮个所有个啊，对咱土地公个尊敬啊，相信土地公一定会保庇咱大家呢啊，大赚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啊，咱的这个啊，宜兰县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福德正神呐，因讲是啊，伫每一个角落保护咱啊，这个所有的乡亲士大啊，让咱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吼。我想福生你增加一个福德树，绝对啊会当增加到咱啊这所有的乡亲啊对到这个宗教文化的一个认同，并且绝对会当得到啊这个福德正神的保佑。王文清主委呢，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啊公益的人啊，他在我们工会是担任理监事啊。同时他在艺术的造诣上面非常的高，他是一个画家，他今天能够愿意来担任这个福德寺啊的这个管理人哦，我相信在这里的管理上还有他的整个啊社区的美化一点个百的表示不相赶快哈。王主委不但是文艺界建筑界，包含啊高尔夫球的运动界都是佼佼者。他平常在台北的时候啊，就非常的乐善好施，啊，积德厚福。那这一次他能够回来乡土啊，造福我们福德里，能够造福乡土的百姓啊，他饮水思源，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啊，也非常的祝福我们福德里能够有王主委啊回来盖这个福德寺，照顾我们福德里每一家都是平平安安，生意兴隆。筹备会邀请各界贵宾为新庙仪式动敲，祈求未来新宫期间吉祥顺利。今天西凉天地开疆动敲鞭炮，中秋差不多点关吼，好啊，中秋差不多点关，差不多点关。感谢各位点关，谢谢。这座地方上引颈期盼的庙宇将成为福城里第一座具有规模并且登记在案的寺庙，由御址封号为圣元宫。王文清与建筑团队用心规划，结合艺术美学与在地文化特色，不久后就会呈现给故土的乡亲，成为地方上的信仰中心。